森林的路口，一走进来就是一个沙坑，然后往右边走就是花草区，让我们去看一下。这里的地板都有做一个一个的恐龙的掌印，什么？你会被大罚哦！我马上帮你消音，超可爱的。然后都是有恐龙，什么地板也有这种。这边就是滑滑草山坡，可以滑下来哦。选手 A， 情侣之滑。不要用手啊！脚直接露出来，为什么你先转一圈？因为频道的走光看你了，结果你这样子给我转一圈。这边走上去是一个很像观景台的地方，这里有四道，第四道是玻璃的，所以特别滑。再往上走，它这边全区都有设这个喷雾的、喷水的。比较凉，而且我们今天来的天气还蛮不错的，26度。这里有个蛋卷溜滑梯，90到150公分的孩童使用，但是我们这里没有90到150公分的，先不能使用这个透明的溜滑梯。然后这边有一个透明的网格，上面也蛮凉爽的。然后走过来这边有一个好好食堂，可以吃东西。还有一个什么现在影像工作室，接下来我们要去玩空中卡丁车，会先经过一堆卖植物的一个地方，然后呢从旁边的楼梯走上去，然后往右手边看就会看到空中卡丁车的入口。因为我们去的当天是平日，所以没有排队的人潮。进去入口只要随意挑选一个看着顺眼的车就可以开始骑了。哥哥快点后退，复制人整个绕一圈在上面其实是蛮凉爽的，然后下面就是一个休息区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举起来了，你要回就好了。什么意思？挑战者二。我没办法办车。哎，可以哎！从沙坑走过来，还有很多小装饰哦。有小孩健身房，哎，你举那个看看。哎，我要演戏啊，要假装很重。好戏上场喽！可以做多肉种植的，然后就是这边有一些花器可以种，你选一个多肉，然后把它移到这个盆器里面。你要说啊，多肉。然后这边居然还有卖童装的门市，里面的童装都超可爱。这里有一区蛋蛋区，然后走过来这边就是一个 circus。这边的话应该是假日会有一些活动，然后后面隐藏了一个钓鱼小区，我们决定来办一个比赛。
参赛者在限时内只能钓鱼，其他都不能钓，然后看谁钓最多鱼就赢了。决胜时间是阿轩的一，没有海参耶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这个不算。这是海河豚哎。七。哎、欸，那是河豚鱼耶，它是鱼耶。它是鱼，难道看起来像虾吗？像蟹吗？十一分，参赛者二一，是的，这是必须的，这是必须，不是，这是必须，三，不是，四，太烫了吧？有鱼耶，有鱼耶，十分，参赛者三，最后一个，一，掉地上，二。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哎、欸，你还是输他、欸，你知道是不是、欸？恭喜我们的获胜者，比出胜利的姿势。这里的是他。餐点稍显比较贵，然后它的折抵券一共有100的折抵券，一次折抵50块。最后我们把折抵券全部用来换这些多肉植物，这样就不用再多付钱，又可以带走小盆栽喽。姐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你说这个？大家再见。金牛女孩来告诉你要怎么省钱，就是。回家吃土。